别碰我的桌子。好的，拿过来。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？我也给 draw his head。那行，我画他的头头。我要拿一张纸垫着他的手手。拿过来吧。还是你在做 video？ 没关系。那我把这个停下来。No way， 我要去看。好的，你再看一遍。